对。然后这是瑞士卷，它很慢回弹，然后出来很慢回弹，然后它也很 Q。这也是最后一样我最喜欢的水濑君蛋糕，那不知道叫水豚君还叫水濑君，对，那就是我星座比我大概是我手掌大小，那它会慢回弹，是的。好，那记得看完我的影片后记得按赞和订阅，谢谢。那记得到了我达到我想要的目标的话，那就会有订阅抽奖活，就是会有抽奖活动，对，那就请大家多多支持，那也谢谢我之前的粉丝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